前不久熊黛林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恭喜恭喜啊。日前熊黛林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己双脚肿胀的图，并自黑这猪蹄啥时候才能穿上高跟鞋。照片中熊黛林的脚真的是肿到不行，让人看了真是心疼啊。熊黛林可是模特出道，没有在生孩子之前可是纤纤玉足，身材很好，一双美腿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看到熊黛林发的照片，网友们的回复非常的暖心，网友安慰鼓励熊黛林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还有很多人分享一些消除水肿的方法。不过说到脚，大家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的前任郭富城，因为他和郭富城相恋8年，曾是娱乐圈的一对金童玉女，只可惜最后郭富城很决绝地分手了。熊黛林如今过得十分幸福，老公非常的宠爱她，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。熊黛林还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家四口的合照，两人用手牵住孩子的小脚丫，拼成了一个爱心，感觉很温馨，祝福她。